曾佛灯，曾佛中的弟子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传曾佛灯。大家把无上的慧灯从手中传给每一位的同门。当你的手中有了这一盏慧灯的时候，心中也许下了这个最有意义的心愿，祈愿自己跟着圣尊的脚步走，敬师正法，实修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除苦，让曾佛的慧灯延传下去。生为一阵风。
Shut up.